哥的女人应采儿，性格直爽真性情，为了儿子放弃拍戏。应采儿是女演员、主持人，也是陈小春的妻子 Jasper 的妈妈。图片来自 IC Photo， 陈小春总是给人一种古惑仔大哥的感觉，而应采儿给人的感觉也是性感的直爽，豪情万丈。图片来自 IC Photo， 他们俩的爱情可以说是相当令人羡慕了。婚姻爱情甜蜜的同时，还拥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Jasper。图片来自 IC Photo， 应采儿比陈小春小了16岁。虽然应采儿已经36岁，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了，但她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，皮肤也保养得很好。图片来自 IC Photo， 即使状态好，但应采儿最近在节目中坦言，她已经2年没拍过戏了。图片来自 IC Photo， 应采儿为了儿子 Jasper 放弃拍戏，她也明确表示儿子比拍戏更重要。